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刚刚的话就是这一位东宫文虫哈，东宫文虫兄啊，他炼化成功哈，炼成了这个橘色的化身文虫。来，我们对照一下这个文虫。来来来，他来看一下这个化身，他现在是变什么？这个是文虫吗？我们看一下哈，先对照一下化身。来，橘色变身文虫，文虫是这个嘛？看一下这个，哎，对照不像嘞，不像。嗯，叫他变文丑一下，变文丑，变文丑。他现在不是变文丑，变文丑，变文丑。哦，变文丑，因为我要看的是文丑啊，我要看的是文丑。来，变文丑，变文丑，看是不是真的痛。好，我们大家都来这边给他打一下好了。他现在变文丑了哈，变文丑了。OK。他说啊，他总共练了三次，总共收集了30张重复的紫色化身，然后练成功，练成了这个文丑。我们有5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补，对不对？一直补，一直补，看看可以撑他几下。OK， 文丑的话，我记得是加这个斩月的吧？看可以撑几下，好，来 ，OK， 放吧，放吧。好，我们一直在放墙面，在等你放招了，放招吧，放招吧。哇哇！天哪，好强哦！我们被秒了，我们被秒杀了，太夸张了吧！斩月变好强哦，好强哦，真的好强哦，强到爆炸，真的强到爆炸！好、哦，这个文丑哈、哦，对不起，文丑化身的话，它是强化这个斩月哈、哦，强化这个斩月哈、哦，斩月的等级加1啊！刚刚它放了之后，真的好夸张的强哦！哇，我们被秒杀了，被秒，真的好强！来，被秒哎、欸！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哈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我们大家一起给这个，好，给这个东宫文虫打一下哈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！我们看一下到底多强哈！好，恭喜剩余的这个东宫文虫终于炼化成功的橘色变身啊！那刚刚我们被4刀真的是有够痛的哈！来，一起4刀的有草莓熊抱哥。OK， 消哈，我们消看可不可以活得好好的哈，趁他几下这个斩月。OK， 先补。好 ，OK， 又来了，哇，完全不行，真的是完全不行啊，太夸张了，哦，真的好强哦，哇，真的强到爆炸，其实不用5魂技也可以很屌的啊，真的很厉害呢，所以如果说你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收集10张重复的紫色化身来练橘色化身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。假设说你财力够的话，而且它这个化身下面是橘色的哦，像我们紫色的化身的话是紫色的嘛，那它的话是橘色的哈，一看就知道它是橘色化身的哈，就是一个身份位阶哈，身份地位的一个表象哈，一个表现。OK， 那真的是打不赢。对啊，我们撑不过3下。他说你们好像3下就死了。对啊。对啊，熊抱哥都不行了，我当然也不行啊。熊抱哥都不行了，我也一定不行哈、哦，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，哇，真的好强！他骑的是飞龙，然后变的是文丑。你看哦，他叫东宫文虫，结果他抽到文丑，炼化成功文丑。OK， 那我们煮好，我们煮，来煮煮煮，他叫我们一起补哈，来煮。OK， 煮煮煮，来我们跟熊抱哥煮一下哈，熊抱哥可以煮一下吗？来煮一下，组队。啊，熊抱哥也有队伍了哈，不能煮啊。OK， 等一下哦，他希望我们组队哈，看看这样子一起团补可不可以活得好好的。来，我在，他们不组我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就看他们这样子互补可不可以活得好好的。好，我再试一次看看。OK， 那好，他叫我喊哈消，其实他 ID 真的取得很好哈，他取得很好，来那个草莓熊猫哥。哥兄来上面哈，来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消。好，一直补墙面哈，看可不可以活下来。哦，不行，我两个好像是挂掉了，我不知道一下打多少哎，之后再看重播吧。但是真的好痛，真的好痛。
哎呀，东宫文丑抽到文丑，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名字取得好，然后他就变文丑了。好了，那我先录到这边喽，已经太晚了，我衣服还没有晾完，先这样子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